我们已经走过了江南无数壮丽的山河，我们也探访了无数江南静雅的小镇，但却从未遇到过像这样神秘莫测、超脱世外的江南秘境。这里是偏居在浙西南一隅的澧水，这里是澧水小城下的传统村落。在这传统村落中，我们抬眼便能瞧见这连片的黄墙灰瓦古民居，一幢幢、一群群的古民居集聚在山坡崖顶，它们犹如镶嵌在青山绿水之中的黄色宝石，浑然天成，光华万千。有人曾赞叹澧水这些庞大的古民居为天人合一的乡土建筑，又是怎样和谐而又统一地存在着呢？先从这天开始叹起。这是秋日里的古村，这里是有着江南秘境之称的松阳，这是松阳大冢山脚下的西坑村。它不似界首的书卷文艺，也不似杨家塘的瑰丽壮观，却偷藏着山里的绝世胜景。如今这里是秋的天下，秋风依旧暖得人心扑通扑通地跳，这里的风最是温柔，它伸出娇嫩的手，为你拨开层层的云雾，重现这漫天的翠绿。这一大片宛如天然大帐篷的原始森林，它撑开它巨大的怀抱，拥住这一方的天下。西坑村多四季常绿的乔木，即使是在萧瑟的秋天，它们依然在风中伸展苍劲的枝叶，它们或独立挺拔直冲云霄，或傍翼斜出，千姿百态的模样似要与这群山、与这碧水一争高下。当我们站在村口南眺，四都原水库两侧大山夹出一个巨型V字，而云岩山正好坐落在V字中央。山藏山，藏巨山，这山极似一尊巨佛，头西脚东，依然仰面而卧。目光东移，少尖山跳入眼帘之中，目之所及一片苍翠。再向东，越过连绵不绝的几个山头，有一笔架山，东面有寨头尖，海拔有千余米，山腰为寨头岭。在西坑村村后就是千米高的大冢山，山势层峦叠嶂，曲折蜿蜒，群山威严高耸，峰峦挺拔，绝壁摩天，怪石嶙峋。古村的山已傲然挺拔多年，却从不见衰色，云亦妖娆婀娜多年，却从不见疲惫。山啊，云啊，将古村轻轻放置在他们的摇篮里，轻轻安抚着古村，安静不动，低声地说：你们放心，这儿很安全，安心地睡吧。澧水的古村风光便是这般温柔如母亲，伟岸如父亲。
天越来越白，山越来越远，看那哗啦啦的流水从天上半空中自上而下，全是那般清亮，那么蓝汪汪的，像一个空灵的蓝水晶。水晶里逐渐浮现出黄土屋、青石路、鸡犬炊烟，在群山围叠之间，在云雾喧腾之巅，这些鲜为人知的古村落慢慢浮现出他们的真容。澧水是松阳县四都园至龙店分东西二支流，西坑村在西边的支流上，故名为西坑。如今在这座雅致的古村里，仍留有20多座清代建筑和40多座民国民居。村里还居住着100余人，而他们大多以叶、丁两大姓为主。现存有叶氏宗谱、丁氏宗谱。叶氏族人原出古氏唐案，均为道教鼻祖叶法善的后裔，属南阳郡。丁氏族人原出西平南门丁家祠堂，村里如今仍建有丁家祠堂和叶氏宗祠。这是静谧安详、沧桑古老的乡村，这是迷人神秘、传统鲜活的乡村，这是乡村的古民居，一排排错落有致的优雅乐章。这些建筑外部质朴无华，内部却是雕梁画栋，尽情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艺术雕刻。未经打磨的木头只是木头，一经雕琢，它变成了艺术的瑰宝，灵魂的寄托。门楣窗棂上的人物、飞禽走兽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木雕是静态的舞蹈，舞蹈则是动态的木雕，它细致刻画着人的面貌、鸟的身姿，它们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，亦是一幅和谐的画卷。细雨如丝，江南的古村里最妙的便是下点小雨吧。看吧，古民居里的屋瓦愈加透亮，山上的林木愈加葱茏，山下的小溪愈加清澈，云雾愈加飘渺，乘着风迎面扑来，尽至眼前，又呼啦一声退散开去，变幻莫测，恍如仙境。这里的建筑天人合一，这里的乡土文化深厚。松阳有幸保存下了绵延千年的耕读文化烙印，至今耕读之风不减。俗语云，四都萝卜三都姜，五都六都落花生。西坑村为四都萝卜主产村之一，上世纪80-90年代尤盛，这里的祖祖辈辈都是萝卜种植户，已有100年的历史了。白白胖胖的萝卜，一个个犹如出生的白胖小儿，可爱玲珑。耕读的家风在田野间徘徊，建筑的艺术在自然中铺展。时光沧桑了故事、建筑还有人，风景却一如从前。然后我们便觅得了这同样云雾缭绕、
掩映在江南秘境中的下张村。故事要从千年前一个明媚的日子说起。那一日，常年隐居于下张村所在的白云岩山的宋代名士管师傅深觉日子乏味，一个人终日在山间吟诗读书练字，圣人也感觉到了丝丝的寂寞。于是管师傅便从白云岩上来到了半山腰的一处峡谷，见这里地势开阔，树林苍翠，心中的郁结豁然开朗。峡谷中间还有山溪流过，并有一处瀑布倾泻，有山有水有地，若是居住在此，该是何等的惬意呀！然而这得天独厚的宝地为何却无人居住呢？原来这里时常有蛇虫猛兽出没，山民担惊受怕，便一直不愿聚居在此。管师傅想到自己曾在书中读得樟树可驱邪杀百虫，于是他发动山民到此处开荒辟地，清除蛇窝兽巢，并亲自在瀑布口上种了一棵樟树。山民们按照管师傅的安排，在这里栽下了几十株樟树，樟树特殊的气味赶走了蛇虫走兽，山民们陆续来到这里种植庄稼，栽桃李，种菜花，养猪牛，在此安居乐业。而又因村水口有一棵千年古樟，故得名下樟村。关于古村的名字由来，还有另一种说法。当管师傅得知峡谷已经变成了村庄，村民们在此繁衍生息时，他便高兴地想要去看一看。半路上，村民看到了他，恭敬地问他要往何处去，去下张。而管师傅这随口一答，便被村民传开了。下张，下张，村子自此有了这个名字。满屋白云更不尽，一潭明月掉无痕。这是管师傅面对下张的美景有感而发所作的诗句。老屋、白云、潭水这等仙境，更是让下张多了个美丽的名字——云屋村。便只是听到这声云屋，便心生怜爱起来。满目是一片白茫茫的海面，那隐隐约约的风间似海上的礁石，又似远航的船帆。海面柔和缓慢地翻腾起伏，无声无息地将整个村落包裹在怀中。下张村位于澧水龙泉市，这是一个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原生态文化古村落。原始秀丽的风景，淳朴热情的民风，将这江南古村里的秘密一点一滴地铺散开来。寻觅这样的美丽仙境，路便是要从这山脚下最先开始。从白云岩景区内涉级而上，一潭明月掉无痕的明月潭清幽澄澈。明月潭在两山交合处，由一山溪倾泻而下形成。
我们似是又看到了那一位宋代名士端坐在此，紧闭双目，手执一竿，脚旁一鱼篓，鱼竿微动，管师傅笑而不语。无欲则肆意，无求则旷达，多少文人墨客寻求的隐居之地，就在这里终被我们寻觅到了。我们继续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往上寻觅，水声渐近，这里是真正的桃花源。在这里突然便理解了李白笔下飞珠散青霞，流墨费琼石的意境。它不似那些飞瀑的汹涌澎湃，气势雄伟，它有着江南独有的温柔细腻，晶莹缤纷，瀑布垂直下泻，与石壁上凸起的岩石相碰触，它们亲密的像久别重逢的恋人，紧紧拥抱，情意缱绻。琼浆飞尽，碧玉粉碎，溅出的水花形成大片雾气，像一团乳白色的青烟薄云，云雾缭绕的宛如仙居。从飞瀑旁的石阶上山，江南的秘境终是被我们觅得。村口有一株千年古樟，树根盘绕，树枝繁茂，密叶遮天，云屋和下樟二者为一，走上古樟树下的石道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个幽静的山村静卧在此，没有欢迎词，没有往来人，却显得亲和温暖。便是这般自然而然的走进，恍若走进的不是初次踏进的土地，而是曾伴随成长的故土。我们不是远来的过客，而是归家的故人。我们踩在坚实的土地上，踏过圆润光亮的鹅卵石，看着一片片黄泥堆砌而成的墙屋，触摸一个个木质的栏杆，推开虚掩着的木门，别有洞天，该是这些明清古民居建筑最好的诠释了吧。土木结构的房屋质朴坚固，雕花的窗口精致秀美，乌黑的瓦片青草花开。曾经小小的幸福，小小的感动，小小的房子，是那时我大大的幸福，大大的感动，大大的天地。我们有时寻求的幸福，便是那么稚嫩而又朴实，平常而又动人。下樟的古民居，它清新的犹如新发的嫩芽，简单生机，带来的感动又犹如嫩芽上的露珠，清澈翻涌。现在我们走入这片小小的天地，你若以为山里人家不讲究，他们都不用出口反驳，便只是让你瞧瞧这些个精致意趣的木雕，便让你自愧不如。这里一幅接一幅的木雕作品，
折射出宅院主人的情趣和涵养，镇宅驱邪的瑞兽，象征富贵平安的花果虫鸟，形态逼真的八仙，烘托雅趣的文房四宝，线条流畅的刀马人物，代表吉祥的器物以及典故传说纷纷出现在岩柱上、牛腿上、窗口上、扇门上。他们栖居在老宅的各个角落，似是要将蓬勃生机的历史画卷都镌刻在每一个细微之处，细微之处出真章。他们本是老宅的陪衬，他们本是绿叶，却一不小心与红花比肩。风吹起屋檐之上的绿意，带来丝丝田园的滋味。我们终是明白，现实的车水马龙如何也抵不过这生活家园中的雕梁画栋。它无需用轰鸣彰显气派，无需用金光述说荣华，它只要这样静默着，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将古老的精致、历史的人文都刻在了心头之上。你是否心潮起伏，泪湿眼眶？古民居错落有致，精致的雕饰若还不足以让你心生折服，那古村里的历史名人又将古村的文化底蕴加深了一个浓度。在下张村有一个云屋书院，是龙泉名士翁章卿所创办。这座古建筑被当地人称作外来户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这座云屋书院是从龙泉市内旧城改造时，将两座明清古民居整体拆迁，在下张原样拼装而成的。古老的建筑历经6公里的路途，在这田园乡村植根，它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维系者，它是文化与历史的记录者，它也是自然与人类的融合者。无需叩开云屋书院的大门，便只是站在门前遥看那马头墙绿意深深的藤蔓，我们便觅得了这座书院的意趣。房子是泥木结构，窗棂、木柱等处均精雕细琢，花鸟鱼虫惟妙惟肖，石桌石凳古意盎然。藤蔓盘踞在这座江南书院之上，似要将所有的身躯都附着在这里，肆意潇洒。在这样清幽雅致的书院之中，读古书、背诗词，惬意不知今夕是何年。村中还有一位名人，这位名人最是让下张人至今引以为豪，他就是郑玉奎。郑玉奎是下张村人，他早年投身革命，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的抗日战争时期，曾任新四军江南繁昌总局参谋。他本可以安居古村，过着舒适安闲的清幽生活，可郑玉奎心中怀着抗日救国的抱负，藏着对祖国的深切热爱，他勇猛积极地奔向了抗日前线。然而在皖南事变中，郑玉奎不幸被捕，
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，他不屈不挠，最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历史曾在这里走过，英雄化为英灵，沉入土地，他从未离开，他存在在每一个下章人的心里。爱国是我们每一人最原始、最本真的情感。对于祖国的挚爱和守护，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达。此时日头渐落，夜色渐起，下章的夜显得格外静谧。黑暗昏睡在山林里，古村却有着别样的美。白日里的飘渺被黑暗里的灯火所取代，那是辉煌的红色，红的鲜丽，红的清醒，飘渺被打落凡间，人间最是风情。在这些江南秘境之中，我们拾起了久违的感动，因为热爱自然，热爱生活，热爱这个世界。归功于这些热爱，所以古村生生不息，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三毛说，岁月极美，在于它必然的流逝，春花、秋月、夏日、冬雪。江南的秘境，岁月更美，它的春花、秋月、夏日、冬雪穿插重逢，彼此遇见。江南的秘境是真的美呀，它的美是古老，没有精致的雕琢与现代的装饰，也就少了人为，多了自然。它的美是纯真，没有复杂的心思和一丝城府的色彩，也就少了世俗，多了简单。在江南走走停停，若隐若现的古村在云里飘来飘去，也在我们的心上荡来荡去。